不知道你有没有健身啊，或者是你可能会出去跳舞啊，像现在大家流行这么多运动，我们去洗头的时候常会觉得头皮很臭，甚至是我在健身房洗完头在吹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整间都有一个油油头的味道。这个时候你会需要的就是这一罐，它叫做苹果发簇头皮净化液。它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，你只要在你的发际线还有我们最重味道的这两侧，甚至是后面稍微挤一点，然后用指腹做一点轻轻的按摩，接着就把它冲掉。你在搓的过程就会发现它的泡泡是很细，不会像我们一般洗发精是那种大泡泡，搓起来非常滑，冲起来非常难冲，它是一冲就冲得干净，而且它可以帮你把你头皮的那些油垢皮真正的去做到清除。也因为它是苹果醋，所以它可以软化你的发质，让你的头发会获得一个好像护发过的感觉，头发软软的香香的，当你走出那个健身房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全场最香的女孩。那如果说你家里有小孩，比方国小啊或是国中正在发育，青春期会让他的头皮油脂分泌的非常旺盛，有时候小朋友比我们矮，我们闻得到他们头皮的味道，他们自己闻不到，这个时候也推荐备一罐给小朋友。我女儿洗了之后啊，那个学校教室里面那个臭臭的味道真的都大幅的降低很多，连我先生这个大油头用这一罐都可以获得一个很洁净的头皮。这个味道是那种日系的花香调，男生也不会觉得别扭，它是属于非常清爽的香气，所以我很推荐这一罐。不管是你有运动，家里有小孩，或是你就是一个大油头，这一罐备在家里可以帮你解决非常多头皮的烦恼。